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真正的男朋友。什么？抱歉，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姐姐，我今天开车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每次这个应届教练一发火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亲爱的弟弟，那叫我哥哥。在教练上，我说了，在公司叫我孟总。我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没想到，就谈个恋爱这么难。其实真正的爱情是美好的，我是孙，从现在开始。 你的鼻子由我来负责。你答应我，梁山浩，两晋山尽美。但是像你这种漂亮的女孩，我一天能做7个。看不出来我喜欢你吗？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总有一天，你会遇到对的人，你就不会觉得对方是一个麻烦了。哎呀，你还可以用真爱去感化他们吗？蒋江是吧？从近。小姐姐，去哪儿啊？在这等我一下，把你闭上。阿童，我现在可以睁眼了吗？ 给我一束最灿烂的花，我要那种可以让它成为全场焦点的花。你怎么像个天使一样啊？谁啊？犀牛。我搬到你家对面了，这些不过是神意识新鲜陪你过家家，你根本就不懂它。要不你搬到我家去？同居吗？可是我们才刚确认关系没多久，从心理学层面讲。 雄性动物想要组建家庭关系，第一步就是筑巢。可是筑巢不是为了御寒取暖吗？错，是为了繁衍后代。繁衍不太好吧？爱情总有落脚的地方，我发誓，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。